我是薇安。明天1月14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，爱情桃花朵朵开，事业运也很亨通哦。双子座朋友也不赖，在财运方面有意想不到灵感，建议要赶快付诸实行。而巨蟹座的朋友呢，更是感情和乐，和另外一半之间也是沟通非常顺利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要留意了。射手座朋友要特别小心和好朋友之间的合伙关系。摩羯座朋友要特别谨防办公室恶意的陷害。而水瓶座的朋友特别要小心心浮气躁，很容易犯下错误哦。另外，星座星数在颜色那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金色系，最佳数是6；土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8；风象朋友是咖啡色系，最佳数是9；而水象星座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4哦。